念诵重阳节特殊经文组合，祈求健康顺利，会用到功德。问师父开示，重阳节可以念诵一个特殊的经文组合，三遍大悲咒配合49遍如意宝轮王陀罗尼，念诵之前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可以当天念诵几波这样的经文组合，根据自己能力念诵，念诵几波数量不限，多念诵祈求会保证以后比较顺利。请问这样祈求的话会用到功德吗？答：会用到功德。